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私利，强推脱钩断链，不惜胁迫盟友配合美国对华遏制，严重违反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，扰乱全球产供链的稳定，损害包括中国在内各国企业的利益。这是典型的科技霸凌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，这种自私自利的行径不得人心，中方坚决反对。我们呼吁有关国家政府和企业明辨是非，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。